的业配艺人都干这些事。业配要除毛，我本身没有什么毛，就找我朋友。移花接木，接过壮阳药，我喝一瓶够快，十分钟喝了三瓶。很夸张，一切都是厂商的阴谋。防弹外套卖给大哥，大哥可能平常没有看购物台，后来我们把它卖成防摔外套，就是老人家如果跌倒，他就重启，反而比较好卖。我跟我说钉子裤，有纸，我说你洗个澡，换个毛巾，不小心那个毛巾掉了，今天晚上10点，新大跟班。